这个有意思，我觉得有意思。好，来看看鹏鹏的礼物。减压，然后可以锻炼身体。Cool。我知道了，开始转呢、啊、那个。彭昱畅在干什么？你设想一下，孤独的欣姐，自己在家，刚给自己，哎，刚给自己选完命运，接下来就跟自己玩球。哎，重要的是这个。不是，球特别好。哎呀，你的头！鹏鹏，鹏鹏，你的发片掉了，让我来帮你。你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啊？还找不得回来吗？鹏鹏，你绝对隐瞒了你的年龄。鹏鹏是这样的，我帮大家说一下，鹏鹏是因为之前拍古装戏，贴头套要把这两边的这个叫开鬓角，就是把这里啊，那个挖。是你们问胡一天，他肯定也剃掉了这儿。